恐惧。光荣勇士。你说我吗？我打容错的呀，不一定要 MVP， 能赢就行。MVP 是评分，能赢游戏是本事，兄弟知道不？就是问罪杀头，咱主动上来打，一上来打，你死罪一定。你是什么水平啊？你的技能呢？不捏技能的吗？单杀的兄弟，他都没技能了，他没伤害了。他最后那个 Q 丢出来，你看我都还剩那么多血，我一个 E 他就死了。但这样的话多两百块钱也还行吧。像他空了个 Q， 他打不过我了。他不空那个 Q 还有机会，你知道吧？空了就打不过我了。你 K 了送啊，兄弟！女皇之命，不容置疑。打掉了一个兵马，打得掉吗？打不掉了。没人能与我匹敌。我去找一下对面墙，岩雀。哦，岩雀有闪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找他，待会儿找到他强拿资源过来，我得死。专门挑的那种你依不到我墙上的位置，玩的。我从不留活口。他没玩了，大招打出来了。
专门挑的那种你R不到墙上的位置R的，给你一换一换一R换R。宇安是不是睡着了？我赢得了这顶皇冠，欢迎任何人来挑战。睡着了，四脚朝天。屈膝下跪，或是血流千里。你好骚啊，小老弟！我击溃了所有对手，其他的。漫天飞雨，我觉得你好危险啊，这样。我的皇冠可以鲜血。生命苦短，我的生命却将远远流长。我是斯琪玛的女皇，为何要这样打呢？像对面这种打不死我，我就吹的啊。他先出这个吗？哦，可血是吧？我以胜券在握。那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出 AD， 好赢啊，我觉得好赢。为了这顶皇冠，我早已双手沾血，现在你要做什么？你该知道。把阵眼排了。战过后，伊莱西亚全境都将知晓我的威能。虽然他打不过我，但是他也不愿意跟我打。现在，不愿意跟我打的，又被单杀了。咋呢？哇，我好怕他打 Q W R E Q。这角度是可以 Q W， 他有眼的话，有眼有眼，他那个有眼，他在这个草丛的话就 Q W E Q W R A E Q， 我就死了。这杜成我吃了吗？刚才。杀伐不是出于私人恩怨。是因为有
那 A 一 A 半血，兄弟毫不吹牛逼 ，A 一 A 半血。小帮手真多啊！上单怎么解决啊？又是要解决这个上单，跟上马一模一样，要解决这个上单，我解决不了。我是他的插队友，但我解决不了他的本人。还没闪呢，也是为了一个目的，受人敬畏的女皇才能皇权永固。防御塔护城即将脱落，为了王座。Enemy rampage。忤逆女皇。装什么杯？你好，别忘了，我可是小戴杀手，自己小心点嘛。好自为之，好自为之。都在我鼓掌之间。什么情况下带无情猎手？你可以带啊，想带就带，看你个人。没有什么情况，看你个人的打法。你要跟我操作，老弄死你！老装备不比你好。那我装备不比你好，你要跟我操作，真的搞笑，小老弟。确实你上把能操作我，但是你这把操作不了我，我跟你讲。权力本身就是武器，生气了对吧？我正好喜欢握着武器。Killing spree.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
军才会刀下无情。感觉石像鬼不如蓝盾。我也这么认为。这是计划的一部分，血雨腥风会等着我的。我操，双抗，我双抗195啊，很高啊。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